明星整牙已经是完全公开的秘密，很多明星都在整牙后气质大改。比如汤姆·克鲁斯没整牙之前，总感觉他的脸不平整，整完之后简直气质拔群。女明星就更多了，安吉丽娜·朱莉、艾玛·沃特森，还有高圆圆、小 S 等等，数都数不清。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牙齿的重要性，毕竟整牙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。正畸的核心原理是什么？矫正牙齿的关键就在于力，用力把牙齿牵引回正确的位置。牙槽骨是一个高度可塑性组织，受力压迫就会发生骨吸收，受力牵引就会发生骨质沉淀，也可以理解成新的骨质生成，可以脑补成骨头中的橡皮泥，用力捏成适合的形状。但是要把每颗牙牵拉回正确的位置却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科普过很多次，一口好牙第一重要的是咬合，咬合不好可以表现为嘴凸、凹脸、歪脸，有骨性和非骨性之分。非骨性的牙齿不整齐，戴牙套就可以解决。有些骨性的嘴凸地包天，只有动刀动骨才能解决。但是时代变了，现在的正畸技术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。今天养叔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正畸打开方式，那就是正畸界黑科技正雅 JS 产品。正雅 JS 产品运用合位重建隐形技术，通过非手术方式让脸型和牙齿同步矫正，比如凸嘴、短下巴、月牙脸、地包天、大小脸等。举个例子，正雅 JS 解决方案针对凸嘴给出了 S8 下颌前导合位重建技术的疗法，先后解决深覆盖、浅覆合、浅曲线凸面畸形问题和三深临床问题，改善凸嘴的面型。再比如针对上颌发育不足、下颌发育过度的地包天，正雅给出了两个阶段的疗法。治疗第一阶段，上牙弓配合面弓，让上颌前方被牵引出来，先改善反颌面貌。过渡及第二阶段，后牙解除开颌，咬合精细调整，一边整牙一边正颌，在矫正牙齿的同时改善地包天，说人话就是把下巴移到合适的位置，诱导牙齿一步步恢复到正确的咬合位，从而把面型改善。而理论上来说，凸嘴和地包天问题原本大多数是通过正颌手术来解决的，针对偏颌这种复杂畸形，正雅 JS 解决方案针对偏颌给出了 S10 解剖式颌电的疗法，其实就是哪里咬合不对电哪里，诱导牙齿一步步恢复到正确的咬合位，这些都是正雅合位重建技术的优势，用尽可能少的损伤去达到目的。比如牙齿矫正代替部分手术动骨，在牙齿矫正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减少拔牙。而 JS 解决方案不再是单纯的牙齿矫正，还包含了面型的改变，解决部分需要开刀的合位问题，实现颜值的提升。除此之外，正雅还搭建了数字化正畸平台，用模拟 3D 矫正效果代替传统石膏模型的模拟拍牙，对治疗效果的预测更有把握，不单单是靠医生的自身经验，还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数据做辅助。数字化正畸平台给出的矫正结果可以精准到 0.01 毫米，每一阶段的治疗方案都能模拟，方便医生随时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做调整。养叔还了解到，正雅竟然是中国航天战略合作伙伴，还联合行业正畸大咖沈刚教授正畸团队研发新技术。正雅 JS 的每一个病例都是由顶级牙医来把关。好了，关于牙齿正畸的最新报道就是这些，祝大家牙好胃口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麻麻香。